妹妹，爸爸跟谁？你们自己分。我想。
你过来。这是神跟爸爸一组的。啊，是神，我是跟爸爸一组吗？对，好。我跟爸爸一组吗？答对了。不要，我一个人一组试试看。我想跟爸爸一组。他就没有自信。他什么？把我神的能力可以打败。再来一个。这个爸爸一组。答这个吗？你真的是，他上次就跟我玩那个啊。我们上次没有玩那个。这个是鬼抓人的意思，是警察抓小偷的概念。哦。然后是当警察。会轮流，会轮流。当鬼。例如说，红队，现在红队是警察，然后蓝队就要逃离，不要被警察吃掉。我跟你们说，可以在原地不要乱跑，在原地不要乱跑，可以保持的比较久。三分钟。OK。我都不可以动。我不要动。因为我不加速呢。明明没有跑，谁没有跑？上面谁？上面是阿姨拍的。哦。啊！我被抓到了。对，然后被抓到的时候，如果你对按这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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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办？你的队友会来，会救你。哦。救队友。哎，找不到库巴。抓到好多次，好了，谢我换传递，我们赢了。
在原地，第二个看看旁边，看看地图旁边的人，第三个他很喜欢这个赛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第三个很好玩，因为我都不会被抓。红队是不是？啊，红队。哦，我就想着我要站这个地，这个很难躲。哇。哦。对。但是食人蛙很好抓。哇。他故意的。哎，今天是我们。完了，心得了。你又上次有什么尴尬的？那是哪一个？是那个啊。是那个。对啊。是那只猪啊。可以抓饼干。你是警察。被他抓了！啊，我被抓了！奇怪，怎么没发现？我要救人了！我要救人了！我要救人了！他抓我啊！我是警局，都知道牢房在哪里啊？因为我看地图，早就找到了。地图？对。地图。太贼了啦！放灯，开心的过来。知道方向在哪里？有灯，有灯，有灯，红色队。哎，挡住我了！你要挡住。哎呀，你不要让我讲。嗯。我是有人来救人的啦。你变跟踪艺人，你变跟踪艺人，你变跟踪艺，你变跟踪艺。等一下，我也会玩弄这个，跟你们。我可以去救你们啊！我会用胶盾吗？只剩库巴了。哦，好难啦！好啦好啦，我让你们下一场。我让你们，我让你们比较简单的抓到我们吧。我连那边不动也被抓，对，因为有地图。